云长，这可是你回来的第一面锦旗，我来把它挂起来吧。我来，哎，我来吧。我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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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客人吗？我来，我就要来。我来，哎，放手，我自己来。小姐。 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爹，云儿，云儿，你总算来了。我厂里面的几个工人得了怪病，赶紧去看看。好。哎，好，哎，好。 他心跳跳的很快，感觉像是中毒了。这感觉像是被什么东西咬过的。我记得当时有一只特别大的胡蜂在我们周围飞，后来老陈就变得不正常了。 原来是你小子呀，小姐，老爷，拿过来。不给，怎么了？老爷，哎，你看，原来是他把毒胡蜂带过来的。当初你小子阻止药厂开工，我就觉得你有问题。没想到真的是你在捣鬼。爹，这肯定都是误会，他不可能做这样的事的。哎、你得相信。孩子，他在骗你呢。什么骗不骗的呀？您放心。 我这就把它带到警局审一审。哎，乔局长，我可以证明新城的清白。清白什么？清者自清，反正我没干过，不过我可以帮你们救人。说什么说？走，去警局去。好。好。星辰，哎，云儿，星辰，爹啊！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早点交代，我就不对你用刑了。
我说你这家伙干嘛总是找我茬呢？这胡峰是我抓的。我可以作证，这胡峰的确是我和星辰上山采药时他抓的，工人被咬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这是包庇罪。我没撒谎。你到底是谁？从哪儿来的？我就是山里的兽医。兽什么医啊？你这细皮嫩肉的怎么可能是兽医？这个毒胡蜂是不是你养的？我告诉你啊，趁现在还来得及，赶紧去找胡蜂的老巢，要不然还会有更多的人受伤。你只要老实交代你到底是谁。不是你老跟我犟什么呀？你再跟我犟的话，以后你生病或者被毒胡蜂蛰了，我不救你啊。齐飞，把他关起来。这云海市还没人敢跟启侯家作对。我劝你坦白从宽。那我说了他不信怎么办？我身为探长自然会查清楚。你进去老实实的想清楚。过来。你说的山里还有毒蜂巢，真的假的？这种胡蜂喜欢攻击活物，如果见到那些死亡原因不明的动物尸体，那就说明这帮毒蜂肯定就在附近。还有啊，这附近的小动物应该被他们蛰死了不少。他们连草木都不放过。哎，很危险，小心点。多，不用谢。多管闲事儿你。小姐，想啥呢？最近事情太多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要是兽医在就好了。工人老陈中毒跟那个兽医有关系，你怎么还想着他呀？跟他没关系，不信你就等着瞧。